Hello， 兄弟们好，叔叔大家好。哎，老二开始吃早饭了，兄弟们，吃这个是几内亚这边的鸡肉丸子吧，蒜丸子吧。鸡肉打碎了以后啊，或者这个面粉应该是在锅里头煮出来的。俺家狗子在下面跟老二一起吃面包，把小猴才蹦才把蹦。什么吃吧？俺老妹，俺老妈的下苦苦苦啊苦啊。老二这算给大家汇报工作了。俺们家的小鹅今天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？今天第四天了，兄弟们。等一下，过会儿叫猴哥把它抱出来给咱们看看啊。早上的早餐，一个人把这一大块面包干了，再把这鸡肉丸子吃了。应该是饱饱，萨菲林吃饱了不够干。猴哥的早餐在这儿呢，兄弟们。哎呦，你好，猴哥把咱小鹅已经抱出来了。还有，你好，猴哥。还有这个，我们家的小鹅王，小鹅知道吗？嗯。他们吃多。小鹅们晚上是在这个保温箱里面的，早上现在刚打开。哎呦，这个小鹅晚上有点热嘛，是吧？它毛又湿了呢。长势良好，非常喜人。这个两个很大，嗯，有两个很大，还有这个黑的很大。然后这边我猴哥的早餐，兄弟们，喝的这个是几内亚这边的土制可乐啊，可能用生姜啊什么，还有一些什么草的根泡出来的是吧？嗯。然后加水加糖一点，放凉了以后就放在这个小瓶子里头。嗯，好喝。大面包夹中间的是干，牛肝、绿豆、面条，对，再淋上一点葱油。嗯，每次你们吃这个是东西啊，我隔着你们三米，我就能闻到那个葱油的那个香味了。叔叔阿姨，大家好。你好。老二面包往上一点，别狗舔一下。还有咱们家小魏王在这儿。嗯，干嘛？是不是我们在说话没人理他了？他一个人在那干嘛呢？嗯，猴哥给你喝一口来，能不能喝到嘴啊？那么大，他不会喝吧？这样。啊。不会喝，没喝着。啊，对，弄小口的，这样他会喝一点。这样喝到了，嗯。说嘛，他外面来可以了，对。他好像不是很喜欢吃哦。啊，老二再给你吃个鸡肉，对。好吃吗？嗯，小肚子可爱呢。哎呀哎呀，要喝再喝，手一指就要喝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妈的，少喝点。停不下来了，又来了。打八准。嗯啊，早上刚换的衣服，一会儿又得报废了。嗯，哎，老王是这样，老王，哎，他要把舌头伸出来。他不会，他会把舌头伸出来，就像小孩吸奶嘴一样。你看，这个饮料看样子很带劲呐，是吧？他喝完以后那个表情又酸又甜。嗯，大家吃过饭以后，我们把小鹅再放出来，兄弟们，每天得给它倒腾一下，换个位置哦，就是为了把这个箱子下面清理一下。叫我坐下来陪小鹅玩会儿。嗯，干嘛啊？你也要上来啊？他想上来，给他一个凳子吧，大爷。爷爷抱你吧，来，坐在我腿上啊。嗯，坐在这里看小鹅。很善哦。嗯，对，下面都是小鹅拉的粑粑，还有那个脏水，去把它洗洗了。然后米。对，给他们吃米。我放了几箱，还是这里。嗯，放在，就放在这儿吧，他们应该会吃吧。昨天已经喂过了。这个是我们用那个。吉利亚这边买的米，我们把它捣碎以后啊，用水泡一泡，
因为他们这个肠胃不好，吃那个直接吃硬的米，可怕呢，消化不好，有可能拉肚子啊什么的。你看小鹅都会吃啊，兄弟们，一会儿就过来吃了。这个呢，就算他吃的饭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还有菜哦，白菜，白菜叶切的末。吃饭吃菜，饭不吃呢就吃菜。我精彩的，你看，太厉害。菜再拿点过来，他们更喜欢吃菜好像。鹅那是食草动物，兄弟们是吧？啊，不能说动物了，是家禽得。小鹅喜欢吃哦。再来点，第一批到的很快吃完了，兄弟们。哦，这个臭老二咬人是不是？不理他啊，我们看小鹅。爱小鹅，小野王。爱小鹅叫爱。小鹅，你爱他，你说我爱你。来，手来，你说我爱你。啊，对，我爱你，小鹅。干嘛，老二欺负人是不是啊？老二，你就跟那个小狗一样。然后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兄弟们，这个是我们买的玉米。对。这个呢，不是给小鹅吃的，对吧？对。一开始是想来买来喂小鹅的，后来一看，哎，这质量不错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刚好我们这个院子里面草，大家看，前两天喷的除草剂，马上就没了。我们到时候把这边种上这个玉米，哎，种上一大圈儿。对。等玉米长出来我们再来喂小鹅，这个多好呢，是不是？对。刀友吃的早饭自己做的。哇，你自己做。哦，你拌辣椒的吗？他做的。太辣了。我刚刚做的，我拌的真香。他能不能吃？他喜欢吃。哎哎呀，还喜欢吃呢，这小子。他是吞下去的。嗯呀，吞米饭。不是吃米饭，吞。够厉害了。没了。啊。对，米饭到嘴就到肚。你看，你看，嗯，有点辣，我不吃了。他手上有东西啊，他手上有东西啊。吃啊，你看过他没了？我的天哪！过来给我疼一下，爱我呢？你说爱我？嗯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你，你是小胃王。那你说？叔叔阿姨再见，来，爷爷奶奶再见。哦，不再见呐，再见，你看，拜，哦，拜拜，啊，拜拜，比心，嗯，跟大家再见了，兄弟们，拜拜，小魏王，你说，叔叔阿姨再见，哥哥姐姐再见，猴哥他在看猴哥，猴哥在擦桌子，兄弟们，猴哥，嗯，跟叔叔阿姨再见，来。叔叔阿姨再见，哥哥姐姐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比心，啊，对，拜拜。